主料：苦瓜400克，辅料：蒜头3粒，豆豉15克，食油、食盐、蚝油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豆豉洗净切成末，蒜头去外衣剁成蓉备用，苦瓜洗净切片备用。热油锅下豆豉蒜蓉煸香，倒入苦瓜翻炒至断生，用食盐蚝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觉得苦瓜太苦的可以用盐腌一下再洗一遍，或是炒的时候加点白糖调味也能减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